圣诞女儿赏 Gucci， 自认爆冲虎爸。Gucci 13日在台中举办 Gucci Garden 装置艺术巡回展，请来好爸爸男星佑胜站台，首次看到自然动物、植物和时尚元素结合的展览，让他眼睛一亮。一走进这个店里，真的觉得，哇哦！说真的哦，我个人是最喜欢老虎，对，但是我发现，它这里面所有的动植物元素都让我觉得超亮。从小就对老虎情有独钟，原来有个可爱的小原因。我对于老虎一直有种很妙的情感，我家头上写个王啊，我也姓王，然后小时候就哇，一家人，它很沉稳，但是它的爆发力很强，当然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啦，因为它会爬树啊，会游泳，会暴冲，这种跟我很像。偶尔暴冲的性格也会用在教育女儿身上，从来不对她凶的，宝贝，等一下，对，我还是会温柔，但如果他犯错了，我绝对当下对他大凶。这样，当我发现小孩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有些暴冲会让他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是有力量、有 power 的那一个。时尚动新闻，就像老虎一样吼。报道。